4月有咩大日子？除咗有得睇香港电影金像奖，24号仲系陈家洛同连诗雅嘅大喜日子啊！佢哋两个都咁有观众缘，圈中巨星朋友又多，所以好多人都劲期待佢哋婚礼，好想知道个婚礼有咩细节啊！正所谓人生有个真正朋友的确好极，计我话如果遇到个有人情味而又阔佬嘅好老细，咁真系要饮性啦！最新消息话家洛豪宅港币近300万在尖沙咀某高级酒店举行盛大婚宴迎娶 Shiga。 据知一对新人当日会分日夜两场设宴，宴请近千名亲友，中午场以西式自助餐形式进行，主要招待双方朋友，晚上的中式晚宴就招待亲友长辈以及重要人物，当中重中之重的人物就梗是家乐的老板杨秀成啦。听闻他送了6位数大利是为家乐的世纪婚礼包底啊！杨老板不嬲都好锡家乐，之前已经预支过8位数首期俾家乐买楼，可惜最后要取消交易，未成就到业主梦。但唔紧要噶，娶完老婆再慢慢一齐拣个心水爱巢都唔迟啊！最紧要有好老板一直 support 你啊嘛！讲翻呢次世纪婚礼，一对新人梗系劲重视啦。之前家乐一拍远剧就拎咗成3个月婚假，好好地筹备婚礼，而一对准新人之前就飞咗去东京影婚纱相，啲相靓到咧好似剧照咁添啊！早前仲完成埋过大礼仪式，你哋睇下嗰7对龙凤额，加埋啲金珠牌、翡翠颈链、金耳环，劲大堆头啊！事前准备功夫都咁有排场，大婚当日梗系唔惹少啦！